者许世颖综合报道，陈意涵在卖座续集《闺蜜二》与薛凯琪再扮姐妹情深，再加上她真实生活中的好闺蜜张钧甯全新加盟，让目前幕后闺蜜情满意。这次闺蜜们彻底玩疯了，一同提前穿上婚纱，战战兢兢挑战高空跳伞，完美诠释闺蜜情94无敌。不管一路上多风多困难，就是要永远在一起。在片中，即将结婚的陈意涵突发奇想，拉着两位伴娘闺蜜张钧甯、薛凯琪大玩高空跳伞到自己的婚礼。三人在风势强劲的高楼大厦顶楼上，身穿纯白美丽婚纱的造型亮相。不过他们还来不及顾到自己美不美，已经先被眼前犹如悬崖的惊人高度给吓到放声尖叫。不过怕归怕，三人仍然鼓起勇气呐喊，一鼓作气跳下去，一边高空中跳伞，还一边大玩亲亲，再次印证了彼此是闺蜜，更是无可取代的生死之交。其实他们三人在特效绿幕前演练尖叫多次，终于拍出最完美效果，让电影中的婚礼更让人难忘。闺蜜二明天在台上映，陈意涵左在闺蜜二终于披上婚纱当美丽新嫁娘，华映提供陈意涵中在闺蜜二旧伴娘张钧甯左薛凯琪一起在婚礼前挑战高空跳伞，华映提供。